欢迎来到日日超市啊！今日我哋要坐长途车去再北啲嘅地方啊，但系大家记住要带埋护照啊！由于北道好接近呢个缅甸同埋寮国啊，所以咧不时都有呢个关卡会 check 你嘅，大家都带定啦，带定好啲嘅。见唔见头先个牌啊？前面就系 T 咖啡一二啦，但系我哋都要继续犹如个高山，犹如个谷咁样上上落落，终于到达咗我哋要嚟嘅地方。一落车我就见到一望无际嘅平地，哇！我唔系嚟暴晒噶嘛？环观周围四野无人，哇！唔系啊嘛，真系好热啊呢度。再行少少啊，我终于发现到啦，原来我喺嗰间咖啡嘅顶部啊，鬼鬼马马咁估你唔到啊！正所谓和尚走得快，一定有古怪。诶，其实我快镜嚟嘅啫。落到嚟下面咧，哇！阴凉好多啊！除了天然的风之外呢，还有这个人造的风啊，哇，双管齐下，好舒服啊，凉返啲啦，我可以睇下个环境系点样啊。哇，呢度根本就好似去咗外国咁啊。入去再一望，咦，重点又嚟啦，有冷气，有嘢食，有嘢飲，好正啊。大家买完嘢食嘢飲呢，就可以去唔同嘅区域揀自己鍾意嘅位置坐低飲，例如呢一个啦。当然你可以饮住嘢打卡，同埋打住卡咁饮嘢啦，真系排名不分先后啊！翠峰茶园咧就出名绿茶，当然有好多佢嘅周边产品啦。大家望下，有绿茶泡谷，仲有唔同款式嘅蛋糕添啊！啊，样样都嗌下试下先啦。喺试之前咧，有冇发现仲有一个空间我哋系仲未进入噶？我哋入埋去睇埋佢先咯。落咗几级楼梯之后呢，其实你会发现呢度其实是一个 souvenir 嚟嘅，有唔同嘅茶叶嘅产品可以大家选购啦。咁大家可以行下睇下啦，我都觉得佢包得几鬼靓。不过呢，而家都系早段，我就唔推介你而家买啦，因为呢咖啡二嗰边呢都仲有得买嘅，咁唔使攞住周围走嘛。未试过都唔使惊喎，喺入口处呢，佢会每日有三款唔同嘅茶俾大家试一下。佢多数咧会由淡去到浓咁样，俾我哋试真啲啲味。咁啊，试啱边个，咁你可以自己选购啦。哇，饮杯！介绍完室内有啲咩玩之后咧，我哋终于翻翻嚟室外啦，坐定定可以叹下呢个咁靓嘅景啦。哇，你睇金舌头几自在！除咗睇靓风景之外咧，我个肚仔都有啲饿啦，系时候探翻啲糕点啦。呢度最出名就是绿茶，我哋梗系试下佢个抹茶冰先啦。哇，真系咁热嘅天气，饮啖冰凉嘅绿茶，好掂啊，好味，茶味浓郁。哇，金舌头忍唔住啊，要俾 like 啊。跟住就试下佢个抹茶千层蛋糕，哇，睇到一层层，非常之靓仔啊。切开佢，诱惑软绵啊，咸甜适中啊，呢个好好食。因为真的很薄很 creamy 啊！试埋佢个抹茶蛋卷先，切落去咧相当之软绵绵，个 cream 都是很诱惑的，但是佢个绿茶味就不算很浓。咁如果你话要试其中一个咧，就梗系千层蛋糕啦。大家食嘅时候咧，记住就唔好忘记上面嗰棵小茶叶啊！其实试落去都几有趣的，我觉得。就是这样，我们游游行行在这里坐了半个钟头，啊，唞下嘛，话晒。坐初下其实不是觉得很热的啫，就都有些风，凉凉地，不错这个。好，跟着我们又到下一个景点了要。司机很快这样车我们五分钟去到下一个景点。讲一讲今天的士的价钱先。我哋喺 A Star 出发，大概用咗1000蚊泰铢，即系250蚊港币，咁就包全日嘅来回，咁都几方便嘅。入到第二间咖啡，右边就系 Souvenir， 买手上嘅朋友可以而家买啦。而左手边咧就系饮食专区，我哋可以喺度买啲比较正餐嘅嘢啦，唔系嘢嘢都 high tea 噶嘛。系咁，已影个餐牌俾大家睇一睇先。小食啦，有饭啦，有意粉。咁大家自己可以慢慢揀啦。价钱方面呢都好平嘅。买完嘢之后呢，我哋去到尾嗰度就可以攞嘢飲同埋一个数字牌。之后大家就可以坐定定，就会有专人送上你嘅食物俾你㗎啦。行到尾呢，你就可以发现有好多位可以选择
怕晒嘅就坐里面一啲啦，唔怕晒咧就可以喺出面一级级咁样坐，黐住个边睇，环境就更加靓啦。虽然呢度唔系冷气开放啊，但系我哋坐住喺一个阴凉嘅位置，再饮翻杯冻饮，其实真系几舒服嘅。大概十五分钟左右，啲食物全部都送晒嚟啦，太好啦！等我逐一介绍啦。呢个系一只开咗边嘅鸡翼，每一嚿都系得一支骨，试下个味道先。食落相当之脆口啊，个炸浆都好好味，我直头冇点汁就咁食都觉得好得啊。再嚟就系呢个辣味沙文鱼沙律啊，个汁酸酸甜甜，相当之开胃醒神啊！再加埋啲好新鲜嘅蔬菜咧，哇！真系一路食炸嘢一路食菜，真系正啊！之后有呢个番茄海鲜意粉啊，里面有鱿鱼同虾啦，相当之足料啊！但系食落去咧，我又觉得只系普通咗喎。咁啊，食意粉咧就唔一定嚟呢度食啦，我觉得。最后试埋佢个泰北肠饭先，个饭咧相当之好味噶。其实佢系捞咗一大堆调味料，你系觉得非常之丰富，好似食炒饭咁样嘅。而佢嘅泰北肠咧切得就偏薄，就冇呢个南庙隔篱嗰间咖啡咧切口咁样咁多肉汁啦，干身咗少少，但系味道一样系野味嘅。仲有呢个冻荔枝乌龙茶。茶味唔算浓，但系都系好饮嘅。呢一餐相当之满足啊！食饱饱之后咧，我哋沿住楼梯旁边嗰度位，仲行咗落去影相添啊！面对一个咁大嘅绿茶园，大家又点会唔打多两张卡啊？茶叶仔，我嚟啦！整体上咧，呢个行程我都觉得可以嚟一战嘅，因为环境真系太靓啦，嘢食亦都好好。我就非常之滿意，咁温度方面熱少少都無可厚非嘅，但我都會帶備風扇仔啦。咁啊，今日就講到咁多啦。如果你都中意呢條影片，記得 like、訂閱同埋分享我哋日日超市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。哎呀，泰北之旅剩得最後一集啫，拜拜啦，再見。